爱哦！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来。好，哇，星光红毯真的是大卡司，一卡接着一卡呢。接下来看到的是，分别以《华灯初上》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奖，以及《良辰吉时》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奖男主角的杨佑宁。他在《华灯初上》哦，真的众多实力派的演员当中，无论用情啊、办案，都施展了暧昧的魅力，点燃了刑警这个角色。但是在《良辰吉时》里面，又颠覆了以往的形象，非常细腻又很深刻的情感，创造出令人好激赏的角色状态，双双都获得了评审高度的肯定哦。哥，你这一次啊入围的这两个角色我都非常喜欢，而且嘉辉哥，你是要请教他一个帅的经典？对，因为这两部戏我都很仔细的看了，我觉得你这几年演戏有一个新境界的松，然后那个松传递出了一种台湾男人的帅，是那个帅，我称他为 local 帅。哦，你觉得自己这个 local 帅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这个魅力，怎么用在戏里面的呢？你怎么定义这个 local 帅？对，就是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跟国际接轨，但没想到接到了一个在地。哦，没有，local is global。OK OK。真的，而且佑宁哥好厉害哦，就是你在《良辰吉时》里面啊，就是演那个被追债，然后跟润英的对手戏也很自然，然后仅主演一集，然后用生命在演，所以就入围了。但是跟《华灯初上》的警察角色又截然不同，你是怎么样去控制自己进入角色不同的情绪里的呢？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那个跟自己的生活有关了、啊，是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演员生活上给演员的养分还是很重要的，是，真的这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他这两部戏里面那个生活感是很扎实的，没错，所以真是祝福您今天有很好的运气，好，请进，谢谢，谢谢佑宁哥。你好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会很腻，你不要抢我的话，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昨天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佬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，他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